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全民念佛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好，咱今天九月三十，咱又要过来全面念佛。全面念佛的功德非常的大，一人的力量若是有五量，这念佛的事，最起码会当保护着自己的心。靈的安详跟安泰，兩個人、三個人跟全民來念佛的事，就可以共同來滿到大眾的願。所以我們最重要，一個國家的全民最重要，就是風調雨順。這個風調雨順，风不调，雾不顺，国都不泰，民都不安。所以，咱大家全民用这个心，咱的善心、良心来念佛，会发出无限的功德来。今年台湾的灾难，过去已经拢过去啊，风灾、水灾，这个灾难呢，咱大家拢真认真念佛，所以化无形。大家所祈求的是风调雨顺，都国泰民安，这是上大的修行的心。所以王禅老祖甲咱开始，人人一心中拍垮，为全民来念佛，大公无私的祈祷，一定会满大家的愿。即今年、旧年拢印证着，台湾的风调雨顺。咱也希望各位十方善信大德、善知识，一天无偌久的时间，咱利用一寡时间来念佛。共同的目标就是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，国泰就民安，世界就和平。这是咱修行的人的心最大最高的境界。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先生，伊嘛是真正虔诚的修行家，伊来仙佛寺咧，专工要来找我，伊讲老师啊，你提倡全民念佛足好个啦，但是干呐拢为大家咧念佛尔，拢无为家己求生净土。这安尼无够，是毋是爱补充一下大家念佛的来求生净土？我笑笑啊，我无必要。咱一个人善良心拿出来，天地无我的私心拿出来，自然现在就是净土啊！你徛就净土啊，以后就净土啊！以后净土，你现在无做，
那我以后的净土呢？无可能嘛，迄是梦想嘛，迄是迷信啊。所以这位先生啊，祝你嘛合掌，啊，我安尼我知啊，修行的结论，都是平时时时心怀着众生。心怀着大众的平安，迄就是修行人，甲一般凡夫无共款啊。所以今年贵处的风台，要发生风台之前，啊，老祖拢鼓励咱全民念佛，啊，消灾化劫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啊，世界会和平。啊，这拢是王禅老祖啊教导咱对平常的生活来修行，你就有法度正道，有法度正着果。啊，所以今日啊，咱继续各家啊，各位勉励啊，甲各位鼓励，大家来念佛。念佛的功德是你家己的，家己念佛要为全民来念佛的，你所得的功德拢你家己的，无人甲你抢会走。啊，你的功德，你的福报，你会分予所有的众生，普天下的众生，名扬两界的众生。安尼，你就是佛的化身啊啦！所以今日咱又是全民念佛。啊，虽然咱已经中秋过去啊，啊，过去啊，中秋过，风台嘛照常来。啊，所以咱要是来祈求，咱这风调啊雨顺，啊风调雨顺，咱的国家。就平安，世界就和平。啊，看今年啊，几啊个国家，这个风台遐尼大，啊，这个伤害着遐尼济。啊，咱台湾也算真平安，啊，咱嘛足感恩呢，啊，足感恩着佛，感恩着王禅老祖，感恩着龙天护法，啊，甲咱这个啊消灾化劫。啊，所以今日啊，全民念佛的日，请大家等下，大家静心来念佛啊。咱大家对咱的所有师兄师姐来念佛。皈心，三皈依即闻。我佛慈悲，光降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。今日今时，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，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祖灵心开意解，了脱生死，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，当下此时，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，以为本愿。
当愿众生。理解大道，化无上心，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胜众，拜！赞！
色。向好光明无等伦。来好反转无虚弥。看木澄清四大海。光中化我无数亿。大众亦无边，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九品咸宁灯彼岸，我要这个的有谁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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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这个
向好光明无等伦，还好安转五君仪，甘露澄清四福大海，光中化火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。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，灵灯彼岸。